国际消息持续来关心，美国总统大选倒数18天，而两党的候选人贺锦丽与川普18号都到了摇摆州密西根州的造势，并且为耐力的问题是隔空交火。另外，针对了台海的议题，川普更表示，如果中国进入到台湾，他将对中国征收超高的关税，最高达到200%。不过，只会加征关税的做法也引来了对手的批评。This woman has no idea what she's doing.And we can't let her be president. Donald Trump is no friend of labor. 双方针锋相对，批评对方。美国总统大选倒数18天，总统候选人川普、贺锦丽18号都前往密西根州进行竞选造势，要努力争夺这个关键摇摆州的选票，就连身体耐力都成为讨论话题。If he can't handle the rigors of the campaign trail, is he fit to do the job? I'm not even tired.I'm really exhilarated. You know why? We're killing her in the poll. 除此之外，两方候选人对台湾的态度也备受关注，是否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敏感话题。川普最近接受《华尔街日报》采访时表示，不会走到那一步，因为习近平知道我很疯狂。若中国进入台湾，会对中国加收150%到200%的关税。而贺锦丽这边则表示，不做任何假设，相信一中原则，也相信台湾有自我防卫的权利。只是川普这个一昧加征关税的做法，则引来贺锦丽支持者、美国亿万富豪库办的批评。Donald Trump is elected, and he puts these 60% tariffs on Chinese products. They are all going up. All those things you buy are going up.批评川普对关税一知半解，大幅加征中国关税，而倒霉买单的人只会是美国消费者。双方隔空交火激烈，希望在冲刺倒数阶段争取选民的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